喜欢高阶品牌又喜欢露营的您看过来，宾士推出售价相对入门的纯电露营车了。Mercedes-Benz 正式发表 Concept EQT Marco Polo， 原厂预计在2023下半年正式推出。宾士 Concept EQT Marco Polo 纯电露营车，采用与 V-Class Marco Polo 相同的可掀式车顶设计，车顶帐篷睡床面积达到 1.97 公尺乘以 0.97 公尺，并导入折叠式床垫，还有16公升冰箱、流理台、系统式抽屉，再加上电磁炉及折叠式桌子，7个 USB 插孔，后窗无需窗帘，按下按钮可遮光，全部设备两人可在5分钟内拆除。动力部分， Concept EQT Marco Polo 纯电露营车采用单组电动马达，拥有120匹最大马力与245牛顿米扭力，电池容量为45度电，使用80千瓦 DC 直流电，10%充电到80%约38分钟。车顶配置太阳能板，减少里程消耗，座椅下也配置辅助电池。喜欢高阶品牌又喜欢露营的您看过来，宾士推出售价相对入门的纯电露营车了。 Mercedes-Benz 正式发表 Concept EQT Marco Polo， 原厂预计在2023下半年正式推出。宾士 Concept EQT Marco Polo 纯电露营车，采用与 V-Class Marco Polo 相同的可掀式车顶设计，车顶帐篷睡床面积达到 1.97 公尺乘以 0.97 公尺，并导入折叠式床垫，还有16公升冰箱、流理台、系统式抽屉，再加上电磁炉及折叠式桌子，7个 USB 插孔，后窗无需窗帘，按下按钮可遮光，全部设备两人可在5分钟内拆除。动力部分， Concept EQT Marco Polo 纯电露营车采用单组电动马达，拥有120匹最大马力与245牛顿米扭力，电池容量为45度电，使用80千瓦 DC 直流电，10%充电到80%约38分钟。车顶配置太阳能板，减少里程消耗，座椅下也配置辅助电池。知道我最近在下班之后呢，会化身小厨娘来帮我舒压一下，不过不要变成地狱厨娘，就靠一小罐就可以了。它是谁呢？它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。小小一瓢啊，可是有大大的学问。当你在煮菜的时候，如果加过量重咸的话，这点烤皮不说呢，还会让你的夫妻之间有没有可能会失和。不止调味重要，当然你的里面的营养价值也绝对不能少的。里头有很多像是呢，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，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，也是加分再加分。而另外呢，还有很多啊，刚刚讲的是鲍鱼，现在讲的是干贝，因为干贝的部分其实它是大多数我们听到的牛肉、鸡肉等肉类，它的蛋白质是超过3倍之多的，里面还有植斑，它可以帮你补充你的胶原蛋白，让你看起来真的是水当当。每周一周五晚间9点，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，每周三套灯到站里边，猪猪哥聊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，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点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，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。